我们今天来到这个音乐季是台南的春浪，然后呢是在渔光岛。OK， 然后为各位介绍一个我们的生力军，所以来哦，自我介绍一下啊。我叫罗浩宇，罗浩宇，对，你是什么乐团的贝斯手？是庸俗救星的贝斯手。庸俗救星是吧？来看一下你的耳机，对，庸俗救星，对不对？忠诚度绝对是第一的啦。OK， 那我们看一下你的手，你以前是什么团的贝斯手？绝对是忠诚的啦，忠诚的，直接刺在上面，300,000年老虎钳的贝斯手。对，解，对，非常。庸俗救星解散我就会刺。趁那个音控他们在调整的时候，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这次台南表演的器材。OK， 我这次呢使用的是 Camper， 然后这是 Camper 专用的踏板。OK， 然后你有看到这边有两个蛙米，为什么两个蛙米呢？这个蛙米是我的啦，对，然后它这个变压器啊有点状况，所以昨天呢 Pisco 的那个 Rachel 他就借了我这个蛙米五代，先借我顶着用，对吧、啊？带来果然这个是完全没办法用。回去再想想该怎么办吧。彩排了，彩排了。好，那试试看。彩排完了，然后呢，我们原本来吃这边对面也是古城牛肉，但还没有开，好像4点吧，4点才开始营业。然后我们现在这边夹娃娃，然后这样这样甩，他为什么要这样甩？我也不知道。然后你看，是不是差一点点？差很多好不好？烂套了。
我们刚刚夹娃娃整个大失败，然后我们现在来小逛街一下。现在来到这个地方超酷的，这是一个小巷子，然后是一个古着店，哇，赞了！我进去看一下。哎呦，这古着店不错哦，赞赞赞，看一下看一下。你可以挑刚那一件啊，刚那件不错哦、喔。对，应该会跑。对啊，这件好便宜。对啊，两件一千呢。好多那个军装裤，赞哦赞哦。暴走黑鸭刚刚看到一件那个衬衫很帅，然后现在暴走族现在穿在身上了，哇，超赞！哎、欸，他这个一件680，两件1000块。哎、欸，你们店叫什么名字啊？虫洞，我被拍了吗？对啊，你被拍了。虫洞。对。OK OK， 大家可以上他 IG 啊，我会把那个打在这边。我们现在来到卷尾家，哇塞，这个要吃吗？才超多人的。Oh my god！ 我们是593号，现在是518，哇塞！你这是他们之前的 T 恤？对，之前的 T 恤。哦。我支持他们多年了。真的，对啊，好啊，回来睡了一觉，现在是7:30，然后我们等一下集合，然后就要去会场那边。这个是今天的歌单 ，OK， 我们台上见喽。OK， 我们到现场啊，然后我们现在大概有一个小时的 setting 时间。
He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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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y
回去的时候要小心，因为现在已经涨潮了，不要扔到海里面去，然后不要推挤，可以吗？手再借我们一次。Let's make it back home。收东西应该是我历史以来最快的一次，因为我是用 camper， camper 最快。哎，之前收超久的。啊。就你还在带很大盘的时候干超久。哦，对啊，收超久。今天要急速，现在有计时，看多少，多久收好。哎，我可能可以比你快哦，阿宇。我不应该把这个拿下去。放后面就好了啊！我觉得现在台湾很多那种音乐节都办得很不错，其实现场气氛也蛮好的。然后我是蛮建议大家可以出来走走，不要一直活在那个网络的世界里面。哎，今天真的是史上最快，有搞定哎！耶 ！OK， 然后我在这边特别感谢那个 Pisco 的 Rachel 借我挖米，对吧？因为我挖米来到这边就真的是挂掉了。我刚好上网查一下，可能要买一个变压器吧，对啊，就是变压器在这边，对，它是1300mAAC 的 ，OK OK， 好了，那等一下我们就会去那个庆功宴一下 ，OK， 等会见。庆功宴啊，我们来吃釜城牛肉，那个下午要知道，因为那个小 T 他不吃牛嘛，然后隔壁这边有一间那个羊肉，也蛮屌的，你给你炒饭跟那个。羊肉汤，你看它那个羊肉这点红红，它其实是就是温的，然后汤直接撒下去。温底会有那个骚味？不会，重点就是不会。你才有骚味，谢谢。绝对是骚的啊！你的跟我们不一样的，我一定要去。对啊，你的牛腩哦，内行的就是牛腩啊。一定要去见屌大，他有3层楼，真的？一楼一个 DJ， 二楼一个 DJ， 3楼有撞球桌跟飞镖的。真的假的？两层楼两个，哇，这很嗨，怎么样？好吃，很好吃哦。可以吃两碗，还有饭呢。太屌了，